学弟妹们，大家好，欢迎参加亚洲大学一百一十学年度线上新生入学史业室。我们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护理系的阮香莹，我是视光系的林泽伟，我是修系系的曾璇。因为近期疫情不稳定，所以为了保护各位贵宾及新生们，所以我们采取线上预入的方式来举行这次的史业室活动。接下来将带来一连串入学辅导课程，提供给各位新生们。 让大家可以更快融入亚洲大学这个大家庭，那就请新生们打起精神，放下手边的事物，和我们一起探索亚大吧。接下来，让我们诚挚地邀请亚洲大学的大家长蔡进发校长来为我们揭开实验室的序幕。掌声有请蔡校长。各位亚洲大学的新生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加入亚洲大学，即将开始一段崭新的旅程。 亚洲大学刚满二十岁，跟很多同学们一样，充满活力、希望及行动力。大学是求知识、求学问的地方。大学和高中不同，在高中你要修很多的课程，而且每天排得满满的。在大学，除了你固定本科的课程，同学有很多的选择，而且很多社团可以参加。 培养你的兴趣，社团活动可以学到正式课程学不到的知识，如活动的规划、沟通的技巧和领导统一的能力，并且可以交到不同系、不同专业和不同背景的同学，这些都是你毕业后在社会上可以帮助你的社会资源。所以在大学的岁月，最重要是透过各种学习的机会。 跟经验，发掘你自己的优点跟潜力，立定目标，努力不懈，你一定可以成功。学校提供很多资源跟机会，帮忙同学成功，如 AI 城市精英班。在这个班，我们安排各种训练、演讲、实作，同学可以额外学到 AI 城市技技能。 并帮忙同学参加各种 AI 竞赛。过去两年，我们学生已获得超过三十多项 AI 大奖。国际竞赛方面，积极辅导学生参加国际设计及发明大赛。过去学长们勇夺德国红点 i F、日本 G-Mark、mark, 美国纽约 ADC 等国际设计大奖，以及。 法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际发明奖项，帮忙同学们站上国际舞台，与世界青年一同较劲。亚大已连续七年参加国外最好的设计比赛，在一般大学中表现第一名。在国际化推动，积极培养学生国际移动力，学生进到亚大。 就可以接轨国际一流大学，像是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佛罗伦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洲西学的大学、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等，积极推动“三一八”计划，学生必备三种语言，学制四年至少出国一次，透过八大途径。 送送同学出国实习，就学期间再被同学到各国研修、实习、交换生、双联学位、国际竞赛、国际自工等，全力准备学生在全球化浪潮下勇于实践梦想。另外，亚大每学期开办英语检定班、专业证照班及高考班，同学可以利用晚上。 及加入参加这些免费证照课程，考取多益、托福等证照，国考班协助学生考取证照师，包括律师、会计师、心理师、社工师、幼教师、护理师、视光师、营养师等。亚大一建学院及护理学院各系的国考通过率远超过全国平均，帮忙学生顺利就业，让你在。 就学期间考上了证照，为未来职场加分。亚洲大学除了培养学生专业力、国际移动力外，实行三导制度、三品教育、五创学院及自贡大学，让关怀、美学、创意及人文素养成为你专业能力的根基。亚大有安藤忠雄设计的现代美术馆，让美学教育落实在日常。亚大的。 附设医院扮演社区健康照护及培养学生专业知识的场域。中亚联大的成立，让学生享有虎系双属修的交换生待遇，享有两校教学资源、这些创新课程及软硬体设备，要做学生坚强的学习的后盾。最后，勉励我们的同学保持好奇心，激发创意。 花出思思千，培养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并对周遭互相关怀。再次欢迎你们来到亚洲大学，为校园带进一股清新的正能量。青春只有一次，年轻的各位没有极限，大胆尝试，努力实践梦想。谢谢你们未来四年努力活得精彩漂亮。谢谢大家。谢谢蔡校长的支持。 不知道大家对接下来四年的大学新生活是不是充满无限的想象呢？当然啦、啊，我感觉充满活力，可以开始为接下来的日子努力奋斗了。诶，对了，你们今天填了亚洲大学健康凭证了没啊？那当然，为了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亚洲大学制定了健康凭证的规定，现在进出各个教学大楼都需要填写防疫凭证哦。 这样才能够让各位新生安心的在各个教学大楼走跳。也对，是说我们学校的防疫做了真的很严谨又专业。但是每天早起上课都要一边赶路一边填凭证，好麻烦哦。不麻烦，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其实这点小事也不算什么啦。没错，一旦有人被各大楼入口的红外线测量仪侦测到体温过高。 就会被马上拦截下来哦，所以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在家好好休息。哎，听你们这么一说，亚洲大学的防疫真的落实的非常彻底呢。相信在各位同学的积极配合之下，亚洲大学一定可以继续维持健康又安全的学习环境，同时呢，也能够为台湾的疫情尽一份心力哦。想知道更多有关亚大的防疫快讯吗？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亚洲大学的防疫宣导短片吧。哎，两位青春美丽的大学生，在疫情结束之后，你们有想要做什么事情吗？疫情结束吗？我应该会想要出国避旅吧。我的话，我会希望去电影院或是去夜市的时候，可以自在一点，不用戴口罩。 所以，为了让梦想早日实现，让我们一起迎接防疫新生活吧！无论上班、上课，进入建筑物前，请于防疫站出示健康凭证，建议预先填好，才能加快通关速度哦。可以先于手机储存凭证连接和 Q R code，方便填写。请诚实填报，以免处罚，不仅会让自己的钱包哭哭。 甚至还要面对校规处分和有期徒刑哦。除个人资讯外，防疫提项主要分为三题。第一题是关于自己的健康状况，第二题是关于自己的出国旅游史。为了健康着想，建议近期自己或家人都乖乖待在国内哦。第三题则是关于与居家检易或居家隔离者的接触史。都确实填报完后。 健康声明凭证就会出现啦，建议将当日凭证截图，方便进出校园建筑物。凭证分为三种颜色：红、黄、绿。红色凭证一律禁止进入校园，黄色凭证则应尽量避免外出，外出时则请全程佩戴医疗用口罩。绿色凭证就可以放心通关喽。 特，我终于能进入 CDC 防疫学院学习各种防御招式与魔法了，我好兴奋啊！嗯嗯，这堂课首要学习目标就是让各位学会如何正确洗手。啊？为什么洗手是防疫第一课呢？因为洗手是最简单、最有效，而且 CP 值最高的防疫方法。 肥皂的界面活性剂，除了能把手上长期那股的油脂去除，还能破坏细菌病毒的外膜。偏偏这么容易的防疫大学许多人都学不好，做不到。如果是他们的防疫学老师，我都要哭了。原来洗手是那么重要的防疫基本功啊！那请问老师，洗手要注意哪些重点呢？洗手五步骤：湿、搓、冲、捧、擦、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搓，手抹肥皂搓揉至少二十秒，再搭配洗手七字诀：内外夹。哦 臂、完手心、手背、指缝、指背、指节、虎口、指尖都不能放过，这样洗细菌病毒远离你。哦，老师，那手不是脏了再洗就好了吗？No，干净也是很重要的。洗手时机有三前三后，用餐前、与小朋友玩前、看病前后、紧急避后、上厕所后。这位同学，我看你刚刚是不是上完厕所没洗手？才没有呢，我不带游戏，我以后还会照着老师教的洗好洗满。很好，让我再教你召唤出你的防疫守护神，积极护法现身。哦，原来我的护法就是。 守护神啊！防疫基本功，勤洗手，不怕病原来进攻。放下遥控器，放心出门去。防疫新生活运动开始，去享受汗水，享受阳光，享受现场。 享受真实，享受美食，享受安全，享受风俗，享受无拘无束，享受日常无常。戴口罩，请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防疫新生活运动，乐活防疫，健康生活。防疫期间，不止安身，也要安心。安心防疫五自觉：安、静、能、细、望。安，调整自己的环境安全，像是媒体接触量，避免引发自己过多的焦虑。静，接纳自己的情绪，透过平时习惯的舒压放松活动。 活化自己的正向情绪，能将注意力放在可以提升自我效能的事物，记得给予自己肯定哦。系有空时也别忘记联系自己的家人朋友，重要他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哦。望困难中别忘记看见希望，我们都是有复原能力，可以突破困难的哦。防疫期间，本校学生若有资商晤谈需求。 欢迎使用线上预约系统预约之商，来跟心理师谈心哦。防疫小组关心您。看完刚刚的防疫宣导影片，大家有没有对亚大的防疫措施更清楚了呢？当然有啊，相信大家看完影片之后，也建立了不少正确的防疫观念，也希望大家可以遵守亚大各项的防疫措施哦。哎，话说。 真的好怀念那个出门可以不用戴口罩，还有喷酒精的时期哟、哦！真希望疫情能赶快过去。哦，对了，你们这个暑假在家都在做些什么啊？像我这个暑假都只能待在家里看手机、刷 IG，整个人都快发霉了。我也是哎，但我还要另外跑去学弹吉他跟唱歌哦。每次学着学着，半天就过去了耶。诶 既然曾璇你这么爱唱歌，那你知道我们的校歌要怎么唱吗？当然知道啊，听一次就忘不了了耶。可是我有点忘记了。嗯，那哲伟，你想知道我们的校歌要怎么唱吗？好啊，好啊。那现在邀请荧幕前的新生们开个嗓，跟我们一起来学一学亚大的校歌吧。现在就让我们掌声欢迎通识中心吴丽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校歌教学。 嗨，Hi, 各位大一的同学，大家好，呃，欢迎你们加入亚大的行列。我是通事中心吴丽杰老师，也是今天教导你们唱校歌的老师。好，那在唱校歌之前呢，我会先来解说一下我们校歌的一个结构，然后我们一段一段来教导同学来唱校歌。好，OK，那我们的校歌呢，其实很简单哦，总共分成三段。那第一段呢？ 呃，是连绵的山峰，呃，海阔天空，一直到它的第四行，清新的学风，和谐健康，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从喜悦的心，飞跃的情，一直到都在这里，都在这里，这个是第二段。那第三段呢，是从追求卓越迈向国际，到这个昂首阔步向前行。那向前行这边有两次，那其实。 呃，它这边会有反复，所以呢，第一次的向前行唱完之后，我们会再从第二段喜悦的心、飞跃的琴，一直再唱一次，一直唱到昂首跨步，第二次的向前行，然后整个结束我们校歌的一个进行。啊，大家有个概念之后呢，老师开始一段一段的教同学来唱哦。好，第一段连绵的山峰，海阔天空。好，老师一句一句的带你们唱啊、哦。 连绵的山峰，海阔天空。第二句，自然的美景，巍巍台中。自然的美景，巍巍台中。第三段，啊、呃，第三句，智慧的纯真，诚挚善良。 智慧的纯真，诚挚善良。第四句，清新的学风，和谐健康。清新的学风，和谐健康。OK，好，那第二段呢？啊，喜悦的心，飞跃的情，教学研究。 服务管理，拥抱一切希望，实现终身理想，都在这里，都在这里啊、哦！这个歌词少了一小段哈，它跑到下面了啊、哦。好，那这一呃第二段它的节奏稍微快一点点，所以呃老师唱慢一点了、哦。喜悦的心，飞跃的轻，教学研究，服务管理，拥抱一切希望。 实现终生理想，都在这里，都在这里。OK，好。第三段，追求卓越，迈向国际，昂首跨步向前行。啊，这边唱到这边之后，我们会再反复从 B 段啊唱到这个，呃，反复的地方就是向前行第二次啊。 那第三段的旋律其实跟第一段很类似哦，只是它的节奏有点不一样，因为它的歌词不一样哦，字数不一样，所以就有一点点差别哦。追求卓越，迈向国际，昂首跨步向前行。好。 这边唱完之后，我们就回到了第二段，哈、啊，就是从喜悦的心再反复一次，我们再唱一次哦。喜悦的心，飞跃的情，教学研究，服务管理，拥抱一切希望，实现终身理想，都在这里，都在这里。然后第三段哦，追求卓越。 迈向国际，昂首跨步。接下来第二次的向前行，向前行。然后整个结束，整个小歌。好，同学是不是学会了呢？啊、哦，应该是不难哈，但是只要唱熟了，应该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试试看，我们配合。 呃，音乐版的这个校歌，我们再来唱一次。好，这边是一段前奏啊、哦，待会老师会提示你们啊，就开始唱啊、哦。 希望实现终生理想，都在这里，都在这里。第三段追逐。 实现终生理想，都在这里，都在这里。追求卓越，迈向国际，昂首跨步，跃次向前进。好的，是不是很简单呢？好，谢谢各位同学。 谢吴丽杰老师教我们唱如此清新的校歌。那我们唱完校歌，就要打起精神，开始认真听各处事报告喽。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因为这些处事都与你们息息相关哦。哈，但是这些内容我早就听过了，感觉会很无聊诶、欸。你都大二了，当然觉得很无聊啊。你先出去，但相信在座的亚大新鲜人一定对亚大还不是很熟悉，对吧？ 接下来的内容，保证让你们收获满满哦。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校务研究发展中心针对一百零九学年本校执行教育部高教生根计划的成果报告。让我们掌声有请校务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吴聪能副校长。各位同学，非常高兴，我们就又要开学了。我们要来报告在新生活动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就是我们的生根计划。 在生根计划里面的话，就是未来你们四年内要来呃进行的一个教学活动。那首先我们跟各位来报告一下亚洲大学的一个特色在哪里呢？亚洲大学的一个定位就是重视人文、教研与国际化的一个综合大学。所以各位可以从这样來的观点来了解亚洲大学。所以我们从这个图的呃右下角，各位可以看到综合大学出海有的话，我们是美学大学，因为亚洲大学非常重视美学教育。 另外的话，我们也是一个 AI 大学，校长一直希望我们每一个学院都有 AI 的营养分在里面。那这样的话，我想以后呃同学要去就业的话，就比较驾轻就熟。另外，我们有发挥大爱，所以我们也是一个自贡大学。最重要的，我们是一个国考大学。目前我们有大概将近六十八线的科系可以考事业的一个国考。那当然，诶、呃、参加国考以后的话，各位可以了解到。 我们的就业，哎，就比较顺畅，而且我们的薪资的起点就会比其他的同学来得更高。我们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勇于去参加国考，那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国考率，哎，大概都高于全国的平均值。那接着我们就开始来干，哎，跟各位报告，我们深根计划分成两个主轴计划，一个就是金融交易，那这个金融交易是我们国内首创，而且其他学校目前都还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规划。 各位可以看到，什么叫精准交易呢？我们就把精准交易分成三部曲。第一步，那我们可以看到诊断，还有的话，我们就是要来了解同学他学习上的一个特色。那这着第二步的话，我们就会来看到各位同学，你在学习的过程中有哪些可能比较不理想的一个地方。 到了最后的话，我们会来提出一环的一个动作。在这里的话，各位可以看到最下面这边，每一个同学你的诶、欸、e portfolio，就是你的学习电子履历，我们希望都能够记录起来。然后当你毕业的时候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一份带到你的就业场所，或者是说你要去投考其他学校等等，都可以用得上。这是我们目前所规划的一个精准教育。那精准教育的话，当然对于诶、欸、每一个同学，我们没办法给。 每一个同学都有一套的一个教材，那这目前是做不到。我们今年亚洲大概有两千五百位左右的一个新生，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提供一份教材给大家，所以我们会把大家分成各类群。比如说，我们希望诶、欸、大家有一个学习群，那譬如说诶绩优学习群、一般学习群，还有可能学习比较落后的几位同学，另外还有国考。 那这事情的话，我们可以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规划，那让各位能够去做你应该走的一个道路，也许这样的话，在教材上，在教呃、欸、教学方法上的话，会比较有效。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一张我们学习资源系统的话，就是目前的话是多元化。那这些多元化的话，能够协助学生的一个学习。各位可以看到最右边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是目前各位可以了解到，你一年级 H 五感。 但是你一升二的时候，你只要进到我们的精准教育系统里面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在四年内你能够成功毕业的百分比比例是多高。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你可能会被当掉或被推卸的几率是多少？那我们目前就根据这样的一个预测系统的话，来对同学做个别的辅导。那目前成效是非常的不错， 那另外的话，在课程学习与学制方面的话，我们充分的一个弹性，我们希望的话，就是说让各位同学能够学习到更多的、更方便的、更有效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制度。那这些的话，这些知识是你以后会伴随你过一辈子的一个日子。那在这里的话，弹性化。 课程的话，我们提供自主学习。那自主学习不是说你随便弄一弄就可以了，而是要经过老师的讨论、老师的指导，然后几个同学，那志同道合的，你可以去选择你要开什么课，你要走哪一个方向。那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创造我们的诶、呃、这个学习的广度。万一学校没有开这门课程，只要有几个学学生，诶、呃、几个同学愿意学习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开这方面的一个课程。另外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推动了非常的理想，有六位听语系的同学，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的话，推动了一个国道六号的美丽与哀愁。那国道六号的一个新建以后的话，那沿路上可能有许多的一个乡镇就没落了，也有许多乡镇就兴盛了。 那我们同学就去做，诶、欸，做这方面的一个记录。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一面能够学习，能够了解我们中部地区的一个文化特色，另外，他可以折抵，诶、欸，这方面的学习的学分。那目前的话，我们自己学习的人数的话，已经越来越多。各位同学，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我们生根计划里面的这个自主学习。那接着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诶、欸，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婚群以外的话，可能我们还有婚籍。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当然我们不强求每个同学英文都要 A，因为有时候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gift，就是这个天赋的问题。那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 A。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就分级来做这个教学的动作。那像这个的话，我们中文也是一样，我们根据各个学院对中文的需求性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设计哎这个分学院的一个教学方法。另外我们在自定方面的话，我们 M1、M2、M3。 那这方面的话，也是让同学能够诶、呃、有这种分级的一个教学的话，我想这个当然我们还没办法做到每个同学有一份的教材，但是问题是这样的话，至少我们也不会原本一份教材两千五百位同学都一起来用的情形会更好一些。好，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希望各位同学能够了解亚大的智慧教育云的话，能够推动我们思维的一个学习。 目前我们有推动我们思维学习的白皮书。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把整个这个教材，还有我们的教学方法，完全就采用诶思维学习的一个方式。那另外的话，多元学习的话，我们会提提供千里路的一个辅导。各位可以看到，从你入学一直到毕业，甚至到了毕业以后，成为校友以后的话，我们都能够关怀延伸学习的一个辅导。那还有的话，就是不同入学管道的新生。 在学习辅导方面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左下角的这个表格，大家的管道都不一样。这时候的话，大家的这种高中高职的一个学习的历程背景会不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必须要给各位同学不一样的助学的呃这个辅导，另外还有这个调节的训练等等，让各位能够对于呃未来四年的一个大学教育的话都能够赶得上。呃 不会落后其他的同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针对不同这些管道的同学，我们会特别加以注意。好，那另外的话，呃，如果我们的同学可能有一些，呃，在经济啦，可能或者其他方面，可能比较呃不利的一个学习的情况，我们学校有一个银行链的一个制度，包括专有银行，包括书香银行，包括民生银行，还有信用银行以及。 赔利银行这几个银行的话，可以帮忙各位在这四年内的一个成长，请各位不要忘记，这是你们的权利，你们可以好,好来使用这方面的一个诶辅导的制度。那当然，有一些同学可能在学习的绩效可能比较不好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这些同学，我们是以实做体验的方式，那来学习职场所需要的第二专长。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几个图片，每个同学有他学习的，像英文秘籍，还有食品的烘焙，还有我们国际日语班等等。我们可以从语言，可以从实作方面来学习，可能未来我们那个就位的一个职场。另外的话，有一些原住民的同学们进到我们学校来的话，我们大概会针对原住民族的话，来这个学生的话学习舞蹈，那让各位能够融入我们一般的生活环境，因为。 以前在国中小甚至高中、高职，大家的养成教育不大一样，可能要经过一个磨合，让大家能够融入在同一个、欸、这个家庭里面。好，那还有的话，都沿个个别学习的一个辅导，尤其是我们创办人跟校长都会特别重视学生的一个创业。我们会鼓励学生创业，学校本身也在创业衍生企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話各位同学如果有兴趣的时候的话，可以做。 哎，做一点创业的梦想，那当然有机会去实施的时候的话，我想我们就可以往这样走。那接着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回下回来来进行后续的一个学位的一个训练，第一个学位也好，第二个学位也好，都可以。哎，然后这个就是目前我们在一些国立大学所看到 gap year。那这个 gap year 的观念的话，其实我们在 亚洲大学已经好几年前就开始来推动了。那另外的话，在体验式的一个跨领域的学习诶设计里面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激发学生团体合作跟创创力。现在目前的企业，它很重视所有学生必须要创意。那当然，我们不能永远去抄袭别人或者是诶采模别人，而应该自己要发挥自己的一个创意。 唯有创意才是你本身所拥有的，所以在这种创意力的一个激发是非常的一个重要。我们设计呃呃跨领域学习的一个课程的话，就是希望能够做到这一方面。那另外的话，当然我们有一些呃关怀延伸学习的辅呃辅导，那当然有一些辅系双主修没有在四年内完成的，你可以先摆着，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继续把它完成。这时候你还是在毕完业，还是可以。 完成诶，这个虎系跟双主修的一个规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四加 X 的一个呃门诶一门学习。那希望诶各位同学以后的话，能够注意到我们学校有这方面的一个制度，能够帮各位。这是我们简单的来跟各位来谈到我们诶生根计划里面的第二个诶主轴计划，就是人才培育。我们目前全校诶所有的学院大概。 六个学院里面，我们有合成一个大健康的一个产产业人才的一个培育。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图，去寻找你是属于哪个学院。这个这个图里面都有各种人才。我们在左上角上面，各位可以看到。除了这些以外的话，请各位注意，这也是我们诶亚洲特别设立的虚拟学院。刚刚我们六个实体学院，各位可以看到了。接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虚拟学院。 心理学院的话，就是要让同学在这个跨领域学习或者是多元学习上面的话，能够更方便。各位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中亚联大的学院，中亚联大学院的一个绩效的话，就是说我们跟呃中国医，那我们是两个姐妹校，所以我们有很多课程公开，还有目前我们也有平台来这个学习。最重要的是，我们亚大的学生可以到呃中国医去双主后。 我们目前已经有呃同学毕业拿到亚洲大学的毕业证书，也有拿到中国一的毕业证书。同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各位可以了解到中亚人大学院是非常好的一个制度。希望各位同学，如果你心有余力的话，可以来辅系专主修，可以选择亚洲的辅系专主修，也可以选择中国一的辅系专主修。那我想这个的话，对各位未来的话，有非常好的一个绩效。 那另外再来的话，就是创新跨越学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能够有创新思维的 DNA 的培养。那这方面的话，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每一个同学都应该有创新的一个思考。那所以，我们学校在红点比赛或者是 IF 比赛，在国际性的这种设计比赛的话，成绩都非常的不错。这个就是我们在创创新跨越学院它的一个和绩效。另外，呃，我们刚刚也讲过了。 我们也是一个 AI 大学，所以我们在 AI 学院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在这里比赛得奖的非常的多。所以各位同学进来，如果诶不管你是什么学院，你如果多了一个 AI 的智能，那各位可以了解到，以后你的就业、你的薪资一定会往上增高好几级。那另外，央美学院的话，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美学教育是我们学校特有的。 那美学教育的话，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教育，还有我们的书文教育。那这些的话，都是可以让我们同学在亚洲的四人类的话，可以接受这种人文素养能力的一个培养。最后的话，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有关于我们跟各位所设计出来的，从第一里路到最后一里路，那甚至到另外一里路来讲，我们从你的大学里面的定位、定锚，还有它你的定向。 我们都帮你设计好了。那只要我们沿着这一条路径下去的话，当然你学的也许不一样，但是方向是固定的。这些的话，大概就是我们四年内能够提供给各位同学你们学习的一个方向或者是道路。那当然，在这个部分的话，这是一个草案。各位在四年内也许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的一个哎、欸、这种新增的一个机会。OK，那也没关系。我们在生根计划里面，我们随时会调整哎、欸、新的方向。 欸、其他学校有好的东西，我们会引进。当然，我们愿意把我们好的东西，我们分享到其他的、欸、有效。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之间彼此会竞争，但是大学之间彼此也会合作。那最后的话、欸，希望各位同学在看完这样的一个介绍以后的话，能够对我们亚洲大学的一个生根计划能够有一些想法。那好好的利用我们生根能够给各位的一个资源。 那不要把四年就这样白白就过去了。以上就是我个人跟你们的一个分享，谢谢各位同学，也谢谢各位同学的一个选择亚洲。那这是我最后要跟各位来讲的，谢谢你们。谢谢吴聪的副校长的介绍，亚洲大学致力于高教生根计划的成果真的非常丰富呢。香莹，那你知道亚洲大学除了高教生根计划？ 近年来啊，还有推动 AI 人工智慧吗？当然知道啊！每次去图书馆借书的时候，都会有热情的机器人在门口向我们打招呼哦。而且啊，上个学期的时候，我们男生宿舍还有加装人脸辨识系统哦，真的非常方便，超适合我这种常常忘东忘西的人。是只有你常常忘东忘西吧？但是啊，其实我们在亚大体验到的 AI 人工智慧只有冰山一角哦。真的吗？ 那还有哪些是我不知道的、啊？想知道更多吗？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AI 人工智慧学院提供的成果影片吧。 想必大家一定付出了很多心力呢。真的，相信未来亚大的人工智能发展一定可以更加卓越哦。那这样亚大是不是只有主打 AI 人工智能啊？当然没有，亚大还有最注重的国际化啊。像是亚洲大学的三一八计划，主打就是让学生学会三种语言，一次出国的机会，还有八种出国的途径哦。就是要让亚洲大学的学生走向国际。 真的哦，那这样亚大是不是签订了许多姐妹校啊？没错，亚洲大学与全球缔结了一百多间姐妹校哦。哇，让我也好想出国，哦！但是最近因为疫情就没办法出国留学了，怎么办呢、啊？这你就不用担心了，线上全球授课也能让你仿佛置身于国外留学哦。听你这么一说，亚大真的对于发展国际化下了很多功夫呢。没错。 想知道更多有关国际化的内容吗？那我们就邀请国际学院的陈英辉陈院长来为我们做更详细的介绍吧。欢迎陈院长！各位新同学，欢迎到亚洲大学。我是啊、呃，陈英辉啊、呃，国际学院院长，诶、呃、兼我们人文社会学院院长。亚洲大学国际化，我想啊，大家想到亚洲大学，第一个重点就想到国际化。 因为我们国际化是我们学校创校的使命，我们要创办一个一所呢教学研究卓越的国际有名的大学。那什么叫国际化？我想跟同学做一个分享。如果人家问你说什么叫国际化，什么叫全球化？我想啊，如果同学有手机的话，你把手机拿出来，你看你怎么说，手机用英语怎么说？ 手机英文就是 phone, mobile phone，mobile，l e 有的人 mobile，mobile 就是移动，哦、嗯，就是移动，所以啊，国际化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移动力啊！英文你要做移动力啊，那移动就是 move，mobility，mobile，但是移动最关键的这个因素就是速度。 所以，同学到学校来，就是培养你各种学养、各种跨域的能力、各种语言能力，甚至我们城市语言的能力。目的是让同学在走遍全世界的时候，速度比人快，速度比人好。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啊，我们绝对不要做赛跑的那一只乌龟。 啊，虽然这个预言啊，说乌龟呢最后到达先到达终点，那大家就把它当做一个预言、一个神话，勉励大家好好努力。实际上，龟兔赛跑一定是兔子优先到达终点。同学一定要变成亚洲大学的一只快跑的兔子，这样的话，在全球化啊的竞争环境中啊，同学就可以啊拔得啊头筹，名列前茅。 所以学校就把国际化当做我们学校很重要的创校使命。实际我可以这么说、啊、国际化是每个亚洲大学人，上从创办人下到我们的服务人员，都把它当做一种什么一种态度。实际上呢，它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啊基因的一部分。那亚洲大学针对国际化。 啊，有一个学生的一个计划，叫做“三一八计划”。同学可以看到，这是一架七四七飞机啊，骑着 Asia University 三一八，所以我就跟同学分享一下什么叫“三一八”。我们先想中间的“一”啊，“一”就是同学在亚大念书四年期间，至少有机会到国外一次啊，就是“一”。当然，你要到国外去，要能够移动，要有速度。 同学一定要什么？要有好的语文能力。那我们学校特别重视三种语文能力。当然，中文是我们自己的语言，所以中文一定要好。这同学的中文也非常好，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中文。第二个当然是英文，因为英文是目前全世界使用最广的语言，所以英文啊。 被一般说成呢，叫做 Lingua Franca，Lingua Franca fr 就是世界通用的语言。只要你中文好、英文好，你大概可以走遍全世界啊，走遍全世界不会遭到任何的阻碍、任何障碍。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每天要面对新科技的发明、新科技的发展，所以在我们学校。 学校特别注重培养同学另外一种语文能力，那就是城市语言 （programming language）。这就是三，所以各位同学到学校来，一定有三种语文很扎实的训练。当然，除了英文之外，我们学校还开设有日文、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另外呢还有东南亚的语种，像印尼文、越南文。 印度文、泰文啊，所以同学啊，如果啊想在学校好好把语文能力学好，特别这三这个语文能力学好，我相信同学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所以这里我就把三稍微解释一下。你看三就是三种语言，有中文、有英文有城市语言。你看我们 DI 有日文、德文、西文、法文、印尼文、越南文、泰文、韩文。 实际上呢，我们啊又开了印度文，印度世界啊人口第二大国家。那大家也知道啊，为什么把语文要学好？为什么政府最近刚啊这个宣布，台湾二零三零要迈向双语国家？当台湾迈向双语国家，啊，英文就变得啊必须的啊。 如果英文只是一个外国语言，当然你不懂英文，生存生活没有问题。当它变成双语国家，英文变成我们第二语言的时候，所有重要的活动、重要的文告，全部要双语呈现。那大家知道，政府的目的就是什么？让我们国民有更好的能力。为什么？因为语言加你的专业知识。 就是你的优势，这是一般认为啊成功的方程式。所以学校我们在语文教育非常非常重视。我们九月开始，只要你是管院的学生，我们也会做双语教育，因为我们的管理学院是教育部选为全国十八所双语学院的其中一所。那如果你不是管理学院的学生，我们学校有非常非常好的英文福利。 第一个，我们原则上用外师来教学啊，外师教学是亚大的一个特色。实际上，有的同学在还没有到亚大来之前，我们已经开了英文先修班，在你漫长的暑假，让你把英文垫下好基础。同学一开学的时候，新生训练，我们就要做前测，一年之后还要给你做一个后测，来看看你一年学习的情况。当然，今年是那疫情。 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前测会顺延啊，到没有群聚的风险。那在晚上，同学住在宿舍或者还没有回家之前，我们全校啊为全校学生开设有证照班，而且重点是免费，免费就是同学不用缴费了。当然，我们还是付老师的钱，还是要考试的费用，所以这是学校给同学的福利。 我们一般在职场就考多语，你如果要到欧美留学就考雅思啊，但是啊，你如果是比较说到英语系的国家，大概就考托福。所以这是啊，我们同学啊，将来要出国去啊，做交换生、做双联学位生、做海外实习，也一定要一张有效的证照，国际学院才会啊这个放行。 所以，更重要是，你参加这个英检的夜间这个班之后，我们提供你免费的一次考试。同学知道，一次考试费用不便宜。那学校为了让同学毕业，人人能够有一张有效的证照，我们做这种福利。另外，我们语文中心在人文社会学院的二楼有一个国际语文角落，每天有外师在那里，每天有外籍的助教生。 跟同学互动共学啊，所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福利。另外，我们学校还有不少通识课，即使通识课也用英文授课。实际上，我们全校用英文授课的学程呢、啊，不是课程，有三十三个学程，目前是整个高教体系排名第一的啊这个学程。那这是啊，用一张照片。 让同学知道我们英文先修班以前在没有疫情之前的一个啊情况，啊，这是我们夜间密集班上课海报的情况。好，我是接下来就把刚才的三一八的八做一个扩大解释，同学知道这是亚洲大学对大家的承诺啊，所以一次刚才特别提过四年出国一次，只要同学有意愿。 只要同学语文能力好，你在亚洲大学会透过学校的补助，会透过计划的补助，会透过教育部的补助，四年一定可以出国一次。所以同学看看这八、個，就是指着八个途径。当然最简单的是同学暑假到海外去啊做暑期研习，你也可以个人规划到海外一两个礼拜。 这我们叫自主学习。我知道很多学系都有自主学习的学分，你到海外去，只要有规划回来，学分可以抵免。因为上课的场域是世界的啊，不是教室，是为了上课的场域。接下来第二种比学习暑期交换稍微复杂一点的，就是学习交换。学习交换，换句话说，你整学期。 要在海外那个学校最难的就是双联学位，等一下我会把我们需要特别双联学位再做一个说明。另外，我们诶很多同学到海外实习，尤其到像国内新加坡樟宜机场啦、啊，到德国啦、啊，到美国的医院呐、啊，到美国的机构。另外，国际职工，尤其这是我们啊学校人文社学院社工系一个啊重要的一个目标。另外，我们还有。 啊，发明奖啊，设计奖，论文发表。另外，政府还有新南向政策，到新南向去逐梦，去到新南向去实习，这是所谓八。那这个哈、啊，我特别跟同学分享，这是我们国内重要杂志《企鹅杂志》对亚大近来亚大国际生去年有一千零五十六位，是高居全国第一，你很难想象。 第二名是台大，台亚大打败台大啊，在这个什么移动力。另外，我们自己出去的学生也有四五百位。当然，我们往年呐、啊，大概都有千位学生出去。去年因为疫情关系，有的同学有办法出去，有的同学没有办法出去。但是在我们啊，可以看看，也是名列前茅，全国前三名的学校啊。这個、国际一条龙是我们学校目前积极在进行的。 一个双眼学位，我们跟目前五所高中：北部的成功高中、中部的文华高中、台中二中、南部的高雄女中、道明中学。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学校正在接洽北部的延平中学。那国外有五所名校：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加拿大安特略啊理工大学、美国是伊利诺大学，还有 Drexel。 大学，另外在法国蒙皮利埃，将来同学，尤其从这五个高中学校来的，我们在高中就进行辅导，到亚大念两年或两年出去，所以我们叫三加二加二的双啊国际这个呃双联一条龙计划。我想哈、啊，就是借着这几张哈、啊、简单的一个啊 slide 哈、啊、一些所谓简报档，跟同学分享。 亚洲大学学生部分的国际化，当然国际化不是只有学生啊，还有老师，老师要出版啊，在国际刊物出版，老师要去申请专利。那只针对啊学生部分做一个说明。再度欢迎同学莅临亚洲大学，也希望你在亚洲大学四年的学习非常愉快，非常有收获。谢谢。谢谢国际学院陈英辉院长的讲解。那现在来考考各位新生喽。 你们知道亚洲大学的毕业门槛要完成三项核心能力和四种基本素养吗？我知道，我知道。三项核心能力有中文力、英文力，还有资讯力。但是基本素养是……你都二年级了还不知道？四种基本素养就是健康力、关怀力、创新力，还有卓越力啊！哦，我想起来了啦。 想当初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感觉好像很多，但是啊，只要偶尔参加同事中心举办的讲座或是书院日活动，就可以轻松又简单的获得啦。大家千万不要太紧张。想必大家还是一头雾水吧？让我们先邀请同事中心黄淑珍主任来为我们同事课程做更详细的介绍吧。周伟，这次你可要认真听喽。我知道了。 那就让我们来欢迎通事中心主任黄淑珍主任。大家好，我是通事主任黄淑珍。现在就由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通识教育。通识这两个字，也许对同学来讲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大家就记得呢，只要是专业以外的，通通都是。所以通识教育呢，跟专业教育是有所不一样的，它是可以唤醒人文精神，转而提升他的生命，还有明辨是非。 呃、哦，一种人文素养的一个教育，这是我们学校通识教育的理念、目标以及愿景。那我们主要的业务呢，在开设通识的课程，在你毕业的一百二十八个学分当中，有三十个是通识教育。我们也办理各式各样通识活动的一个认证，还有定定毕业的门槛以及通识课程的抵免审查。那我们的地点在哪里呢？在行政大楼总务处出纳组的旁边，招生组的对面。 分机呢是六一七一六一七二，所以各位同学，你如果在宿舍，你可以直接拨分机过来。那这是学校的啊、呃，基础的一个能力，有中文、英文，还有资讯能力。呃，那还有呢，四个基本素养：健康、关怀、创新、卓越。那这四个呢，中文、英文、资讯以及健康、关怀、创新、卓越，也会是同学的毕业的门槛。通识课程的形态呢，有正式课程。 非正式课程还有潜在课程，正式课程呢，就是刚刚提到的三十个学分。我们有语文通识、核心通识，还有博雅通识。博雅通识就是同学呢，你要选修的。那我们开设在星期一的早上四节课，星期二的下午四节课，以及星期三的早上四节课，以及星期一的晚上。那这四个时段的课程呢，日夜兼播的学生都可以选修。也就是说。 进修部的学生，你可以到白天来选修课程；日间部的同学呢，你也可以到星期一的晚上来选修课程。那非正式课程的部分呢，就是刚刚提到的通识课程的通识活动的一个认证。哦，那日间部的同学在这里，请你一定要留意一下。哦，三十个学分里头呢，语文通识有十六个，核心通识有八个，博雅通识有六个。语文通识的部分呢，国文跟陈氏。 啊，就是你大一上下学期各两个学分，英文的部分呢是上下学期各三个学分，有两个学分呢会你在大二的时候哦、啊、来选修。那大二有时候会排在上学期，有时候是排在下学期。那国文呢，我们是代班上课，英文会依照你的英文的程度来分级授课。那城市类的部分呢，从今年开始比较特别，我们支电学院的学生是混系上课。 资电学院以外的学生，啊、呃，会混院混系来上课，所以是一个比较跨领域同学的一种结合。那核心通式呢，有八个学分，健康、历史、法律与艺术。那这四个四类的部分呢，一个学期只会排两类，所以你如果上学期排到的是健康与历史，你不用担心，你还有法律与艺术。那法律与艺术就会排在下个学期哦、呃，所以各位同学不用担心。那 底下在这里呢，博雅通识，请同学要留意一下的。我们博雅通识呢，只有六个学分，但是我们开了四类哦，我们开了四类。那这四类当中呢，人社院的同学你不用修人文类，管院的同学呢不用修社会类，医建护理还有资电学院不用修自然类，创院的同学呢不用修生活类。那当然，你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选修，但是不会列在。 一百二十八个学分以内哦。那请同学要留意的是，这一类呢，你只要至少要修一门。比方说，人社院的同学，社会类呢，你至少要修一门；自然类至少要修一门；生活类至少修一门。你不能够三门课全部都集中在社会类，那这样是不行的啊、哦。那再来呢，从今年开始，同学要稍微留意一下我们的必修零学分，必修零学分只剩下体育。 跟服学，今年开始的国防课已经不用再必修了，它变成是一个选修课程。那进修部的同学呢，你的必修零学分只剩体育啊，你不用修服学。那今年开始呢，啊，要跟同学提的是，国防课改为选修，那我们的课名呢就叫全民国防教育与军事训练，开课的时间在星期一。 哦，开课的时间在星期一的一二节、三四，还有五六，还有星期二的一二三四五六，我们各开一班。所以有兴趣的学生，不管是男同学或女同学，你都可以来选修。还有想要抵兵役的同学，你也可以来选修。那还有呢，大二以上的转学生，如果你的国防课没有抵免的，你要记得自己要来选修。那还有呢，呃，重修生。 也就是说，你之前呢被呃就是当掉的同学呢，也请你自己来选修。好，那进修部的同学呢，呃，你的这个呃通识的学分呢，一样是三十个学分，一样是三十个学分。语文只有十个学分，核心呢，核心类的课程有十个学分，博雅类有六个学分。哦，那我们另外呢还有涵养教育四个学分，大学之路。那稍微的说明一下进修部。 的一个开课的一个情形，大一，大一的同学呢，大概上下学期会修大一国文，就是文学赏析、文学与生活，还有呢英文啊、哦，还有英文，那健康、历史还有资讯这三门呢，哦，会排在各安排在上下学期，所以不一定，你可能上个学期只上健康与生活，下个学期呢就会帮你安排历史跟资讯啊、哦，那另外还有体育的零学分。 那大二之后，你还会有英文两个学分，哦，那法律与生活跟美学素养是安排在大二，哦，是安排在大二，那一样有体育的学分。那至于通式的，通式的六学分呢，你是可以自由选修的，你可以所有的学分都修在人文类，修在社会类，修在自然类都没有关系，只要你修满六个学分就可以了。哦，那夜间部的同学，你也可以到日间部来选修。 那日间部的同学，你也可以到夜间部来选修这个博雅课程。那另外呢，我们有四个学分哦，是开在星期四的六点半到八点，隔周上课，隔周上课。大学之路哦，那这是开在大一跟大二哦，大一跟大二哦，那这稍微跟同学哦说明一下哈。那通识的课程呢是可以抵免的，如果你在哦，就是进来亚洲大学之前呢，你有选修过大学的学分。 你的成绩单你可以来申请抵免。那如果你之前是读五专的教育啊、哦，那你的专四跟专五啊、哦，专四跟专也是可以抵免的。但是专一的一二三年级是相当高中是不能够抵免的。那每一位学生呢，哦，入学的时候可以申请一次哦。那当然申请抵免不一定会通过哦，有审查老师会来认定，我们会尽量从宽哦，会尽量从宽。 那毕业门槛的部分是要跟同学提一下，刚刚有提了啊。中文大概在每每个学期哦、啊，下学期的时候，五月最后一周学府的时间，我们会办理中文能力的一个测验。那英文的部分呢、啊，哦是要多一五百分啊，但是外文系必须达到七百分。那资讯能力呢，会由资讯学院来办理资讯能力的测验。再来要提到的健康关怀、创新卓越，这就是我们的通识的活动。 你在毕业之前，你至少要听满啊、呃、超过八次以上的啊八、呃、次以上的演讲啊、呃。那这八次里头呢，可能有的活动呢，它会有健康关怀、创新卓越，你至少要各两哦、呃、各两场。那有的哦、呃、有的活动呢，它可能会同时含有健康力跟关怀力哦、呃。那这样你可能可以拿到两个力，但是呢，活动呢只能算是一场，所以你一定要算清楚，你至少要八场以上。 哦，每一个例要各两个例啊、哦。那我们通识的讲座呢？哦，不会只有通识中心来办理啊、哦。那通识的这个奖章呢，我们的办理活动呢，大概就是像文学嘉年华、立于美，还有文理大师哦。那其他的系所，甚至于呢，哦，这个社团也都可以来办理。那就请同学呢留意一下通识网页的公告哦。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哦，那最后呢，我们到底是线上来听演讲？ 还是实体的来听演讲。我们活动最慢呢，在前一周一定会公告，所以请同学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同师中心的这个网站啊、哦。那再来呢，哦，要跟同学介绍，这是我们有别于其他学校，我们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是我们有三品书院啊。我们每个学期办的三十二场的活动哦、啊，同学你可以拿手机哦、啊、扫一下这个 QR code，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活动啊。那这是呃。 这个学上个学期我们的活动的一个剪影啊，请同学啊来观赏一下。 这是我们下个学期我们所安排的书院日的活动。那书院日的活动呢，没有通识奖章，但是呢，它可以认证为学成。你只要呢累积三十六个小时，你就可以来抵通识的博雅教育啊、哦，一一门课这样子哦。那我想呢，站在这个通识主任的一个立场呢，哦，跟同学哦，有一个在你大一进来的时候呢，跟同学一个建议哦。 如果你现在就非常确定你人生未来的方向，哦，你是要就业，你是要升学，哦，就在你这个领域里头，那就请同学呢好好的念书，专心你的课业。那如果你不是很确定的，哦，还不是很确定你的方向的，哦，那也许呢，你可以在社团在担任志工，哦，也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志趣。亚洲大学最有名的是，我们也是志工大学。 那如果呢？啊，你还可以透过呢你的实习，甚至你的攻读，找到你其他的兴趣。那我想呢，呃，呃，建立同学呢多认识跟自己生命特质不一样的同学，不一样的科系，不要一直宅在电脑桌的前面啊。那如果你还是没有发现你自己，也没有讨厌你的本行，那就乖乖待在你的专业系所。那不管怎么样呢，软实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中心呢？ 我们所提供的通识教育，不管是正式课程或者是非正式课程，都是软实力的。时间的管理对同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念了大学之后呢，可能很少会有人会管你了哦。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你可以事倍功半。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是呢，哦，时间像一张网，撒在哪里，你的收获就会在那里。 每天早上起来，你有两个选择：一个张开眼睛追逐梦想，一个回头睡觉继续做梦。选择权在你自己的手上，但是你现在的选择会决定你以后要站在哪里。各位同学，你以后想站在哪里？欢迎成为雅大人，我是黄淑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 email 给我。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演讲、想要办的活动，都可以呢写信告诉我。 我们会尽量评估一下哦，符合同学希望在你大学哦毕业之前哦，可以呢办一些你想要聆听的一些活动。谢谢，谢谢同事中心黄淑珍主任的详细介绍，想必大家对核心能力还有基本素养又更加了解了吧？当然啊，哎、欸，我跟你说，我最近买了一台新电脑，但是要买好多上课要用的文书软体，感觉又要花一笔钱嘞。不用买啦。 你知道我们学校有提供免费的软体给学生下载吗？真的吗？那要去哪里用啊？哦，oh, 被我抓到了！你当初大一的时候一定没有认真看新生训练影片哦。但是啊，没关系，待会就会有老师来为我们解惑啦。好啦，那是哪一个初试的老师来帮我啊？你猜猜看呢、啊？给你一点提示好了。 这个书是同时也管理跟我们学生非常相关的学生资讯系统哦。哦，oh, 那我知道了啦，那一定是资讯处啊。没错，说到这个学生资讯系统，它对我们亚大的学生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像是查课表、列印学费缴费单，都需要它呢。对啊，而且啊，像是各种学生申请、在学的各项资料证明。 也都是从学生资讯系统里查询的哦。还有，在期中、期末考的时候，大家最关心的成绩也是从这里得知的、哦。想想大一时候的我，期中考完的每一天都要点进去看个两三次，把自己搞得紧张兮兮的。说了那么多，大家一定迫不及待想知道资讯处还有哪些超实用的资讯吧？接下来就让我们诚挚的邀请资讯处陈怀恩资讯长来为我们做详细的介绍吧。 欢迎资讯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怀恩，目前担任资讯发展处资讯长。以下由我为各位同学来介绍我们资讯发展处所提供的服务。首先，对大家来讲最重要的是我们亚大的网络账号，好，它是由各位的学号加上密码所组成，A U Network ID，简称 A N I D。 这个 ID 呢是协助同学在校内登录所有的系统，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务必谨慎保管你的密码。它的密码预设值呢很简单，是各位的西元出生年月日，总共八码。在第一次登入校园的时候，为了避免被有心人士窃取，请大家务必更正你的密码，改成比较严谨的方式。这个密码呢，长度要在八码以上。 而且呢，要英文大小写混数字来完成，好、哦，这个就是我们的亚洲大学的网络账号，对各位非常重要。在各位您在亚大的期间，哈、哦，是你的最重要的虚拟世界的通行证。第二，我们校园网站的入口这个部分呢，涵盖了大家啊求学所需要用到的所有系统。各位可以看到，哈、哦，如各位的这个。 左下哦，看到的这个网站登录一样，我们是使用 A N I D 登录。那这个时候，同学啊、哦、会这个提到，如果这个密码万一啊忘记了怎么办？有两个做法。做法一就是在中间这个图形啊、哦，校园入口网站里面的最下方有一个忘记密码的这个按钮，你按下去之后可以去申请。这个时候呢，系统呢会。 把你的密码做 reset，然后把这个通知信寄到你的备用信箱去，这是第一个做法，可以重新改变的密码。第二个啊、哦，就是带着你的学生证亲自呢到资讯处来做登记。服务台呢在 I 栋大楼啊两百号，所以各位可以注意一下，这边特别用小写的 I 啊，是怕跟那个一二三的一啊做重复。 更改密码之后呢，会先设给各位一个预设密码，你还是要进这个网站登录之后，重新的做一个改变来做使用。右手边大家看到这个浅蓝底的这个部分，就是大家登录以后你所看到的系统里面非常多项。那资讯党带大家一起来看，首先呢，对大家很重要的哈、哦，在这个呃学校里面，我们常常就 email 收讯，那这个 email 账号呢？ 好，非常重要，就是你的学号哦，这个我想大家不会忘记。后面呢，哦，是 at 哦，小老鼠符号，然后加一个 life 哦，点 asia 点 edu 点 tw。那这个密码呢，是跟 anid 的相同。好，那唯一要提醒大家，就是 asia 前面要加一个 life，就是大家同学的这个学生信箱的账号。那你有这个账号之后呢，有什么样的福利啊？因为我们亚大跟 微软签的是最高级的合约，所以呢，你在入学之后，跟你毕业以后，每一个账号呢，现在信箱的空间是一百个 Giga，好、哦，大家可以妥善使用。第二，你的储存空间呢是五个 Terabyte，、哦、我们同仁特别贴心哦，在上面写五千哦，也人看到五好像比一百还少哦，不是，是五千哦。那单封信呢，为了避免它阻断网路，所以一封信。 它的这个容量上限就是你副档的上限是二十 m ps, 那一个档案的上限是十 m 好，那无论在校或毕业，哦，我们都会使用这个信箱来通知你。好，那如果呢，各位同学呢，哦，今天想说，哎、欸，我有一个惯用信箱，也惯用界面，欢迎大家到自发处的网站常见问题区 Email 相关问题里面去寻找，我们就教导大家。 如何从外部邮件信箱来收这个信，在你的 mobile device 手机上怎么收，怎么做转发，都有可以解决你问题的指引。接下来是宿舍的有线网络，我们呢学校因为要顾及大家的使用权利，所以呢每一位同学在宿舍有六个 Giga 的流量限制。哦，那第二个就是当你新生来住宿的时候，好，我们都会提供稳定的网络，有线的网孔。 这个时候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的是一般的电脑或者是一般的 notebook，通常都有这个 RJ 四五的网孔。但是如果呢你是轻薄型的电脑，那可能啊，为了它比较薄，这个网孔就没有，你就要去买 USB 这种界面的网络卡。这个资讯长在这边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检查一下。再来到了宿舍之后，这个 IP 必须要注册，是保障大家。 当有某一台电脑发生中毒，哦，随便乱攻击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快的找出来。那注册系统就请大家参考我们提供的这个网址。如果有问题怎么办呢？好、哦，有问题呢，我们是可以有报修。那所有资讯处的网站跟公布栏都有公布。那这个时间呢，为了配合同学啊，平常要上课，哦，资讯处非常贴心，在周一到周四的晚间，好、哦。 七点到九点，好，都都有。如果你报修之后，我们会排成，在这个时候进行协助维修的动作。再来是我们校园的无线网络，好，有两大重点。第一个，好，是我们的这个 SSID，也就是无线网络你要连接进去的名称。当你打开这个无线网络设定之后，有两个你可以连，一个是 Asia 哦底线 WiFi，第二个是 Asia 底线 WiFi dot ex。 这两个所不同呢，上面的是需要它会跳出一个网页，你要做认证，然后固定的时间它会再跳一次，你要再认证一次。下面的那个呢比较适合行动网络装置，比如说你的手机，哦，它是有用呃八零二点一 X 做认证的、哦。这两个你都可以使用，账号都一样，就是我们亚大 email 的账号。第二个重点是，今天我们亚大的同学到了。 教育部哈到了校外去要上网怎么办？其实，请寻找下面这个叫做“他内 r o m i n g 这个是台湾学术网络的无线网络漫游，一样你用亚大的账号好，记得要输入后面那一排，就是 at 好 life 点 asia 点 edu 点 tw 要完整的 email，你就可以借由他内 r o m i n g 好，由我们亚大的账号使用所有教育部所建制的 WiFi。Fi 我只要看到这个 SSID 就可以了。再来，我们学校提供了同学很多的合法授权软体，有分线上使用，还有下载时还能使用的。线上使用呢，呃，各位可以去呃数位资源共享这个选项点进去。我们目前提供的是 SPSS，是一个统计软体。下载可以使用的呢，大家从校园授权软体服务里面下载。 这里面呢有很多 Windows、Adobe、Mail、Sauce，哦，还有输入法有自然输入法，哦，有字型、有图库 e v e r c a n 可以当让你做简报的录影等等，哦，是非常众多的软体。那同学呢，难得在我们亚大提供这么多好、哦、资源之下，非常鼓励同学好、哦、要尽量的使用，提高使用率，这样我们学校其实才不枉花费了这么多经费来采购。 再来是我们的公用设备，在资发处有一个输出中心，在资讯大楼的二二楼 I 好二零六教室，这里提供了四十台可以让同学自由呃上机的电脑，也有彩色的镭射印表机。每个同学每一个学期有七十五点，你可以在这边利用这些点数来做列印。开放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八点到。 早上八点到晚上的九点，那如果本校这个有一些防疫规定，有些更改，我们会公告在资发处的网页，好、哦，大家去之前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是跟各位课程相关的，是学生资讯系统，这个是同学们在校内的资讯平台，可以查询很多啊关于个人的这个资讯，包括你的成绩排名、讲座记录、啊你的缺缺旷课。 还有抵免学分、学成的申请、就学这个贷款的优待等等二十余项功能，在课程查询部分哈、哦，同学们可能想知道这个课程的大纲、老师授课的时间等等的，欢迎大家使用课程查询系统，可以查询到全校课程的平这个所有平台里面授课的资讯。第二个是创课平台，这个是跟大家息息相关哦，上课都会使用的主要平台。 这个是我们的教学平台，可以从校园入口网站进入，里面包含了提供课程资讯、教材下载、作业上传等等各项的功能。各位可以扫码安装，它可以用行动呃装置、平板呃手机都可以使用我们的创客平台。接下来是行动学习的部分，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资源，第一是亚大电视台，亚大电视台带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的。 亚大的精彩哦，包括活动记录、还有课程各项的影片，可以提供行动观看。第二，Microsoft Teams，我们的账号已经跟微软串接整合完成，大家可以用 Teams 做线上的同步教学以及线上的辅导，也都支援行动装置。接下来是亚大 APP，这个里面很重要，大家也可以扫码使用，跟大家。 息息相关的课表、公车动态、线上请假相关的讯息，都可以很容易的从手机上点选亚大 A P P 来进行服务。最后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使用资讯也要注意资讯的安全。在亚大，我们进行了资讯安全管理，通过 I S M S 的认证，也对大家的各自保护有所这个推动，而且经过这个相关。 体系的认证，哦，对大家的保护是不遗余力的。但是在个人使用的方面，特别要提醒同学注意的是，不论你是在上课、写作业，还是未来使用，都要注意你所使用的图片、声音、歌曲是不是有侵犯到别人的这个肖像权。如我们图形所显示的这个猴子，这个是一个猴子在森林中哈、啊、拿这个相机自拍。 这个在网络中就引起讨论了。我们使用这张相片的时候，会不会去侵犯到这个猴子的肖像权，还有他制作的这个拥有权？哦，以我们以这个啊、呃、相片作为一个引导，打开大家这个对智慧财产权的讨论。最后，哦，再次提醒，A N I D 是我们亚大各项系统通行账号最重要的这个 I D。 请大家务必妥善保管您的密码，不要跟他人分享。感谢大家的聆听，好，谢谢。有问题欢迎到资发处跟我们联络，我们在支电大楼二楼，好，随时提供大家服务。谢谢。谢谢资讯处陈怀恩资讯长的详细介绍，大家有没有对学生资讯系统的操作更熟悉了呢？当然有啊。话说我已经选好课了，那你们呢？ 不要说了，我甚至想选的课都跟我系上的课冲堂哎，啊，好难过、哦。我也是哎，我选的通识课都没有上。不用担心，这个星期开始加退选，你们可以来跟我选一样的课啊。可是我不知道到底要修什么哎，好多规则，还有自由选修哎，啊，搞得我头好痛哦。 还有通识课哎，不是有人文、自然、社会生活的类别要修吗？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哎。对啊，想当初我也是弄了超久才搞清楚的。哎、欸，可是我记得学生资讯系统里可以查到我们到底修了哪些课哎，我等等去里面看看好了，想知道我到底修了哪些课，还缺了什么学分。那我等等也上去看一看好了。对了，你没有弄丢过学生证吗？ 我的好像不小心被我搞丢了耶。嗯，没有哎，但是弄丢学生证好像蛮麻烦的。像是如果是住宿的同学弄丢学生证就进不去了哎。对啊，如果是非住宿生就会被刷卡机拦截下来哦。你们说了那么多，都没跟在座新生说，到底是哪个处室负责补办学生证？他们总会知道呢？ 如果不小心弄丢了，那该怎么办？哦，抱歉，是我们的教务处。没错，同时教务处也包办了跟各位新生们息息相关的学分抵免哦。没错，学分抵免确实是各位新生会疑惑的点。那就让我们邀请教务处陈大正教务长来帮我们好好解惑吧。欢迎陈大正教务长。各位新生同学，大家好哈，我是啊、呃、教务长陈大正哈。 然后，诶，今天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教务相关的一个工作哈、哦。那这个对同学们哈、哦，未来在四年当中的修课哈，以及教务相关的一个讯息哈、哦，然后都蛮重要的哈、哦。所以我今天会尽快的啊、哦，以摘要的方式跟各位报告。所以首先介绍教务处的一个组织哈、哦。所以教务处啊、呃，诶的组织其实相当的结构相当的简单哈、哦。然后呢，接下来会跟各位介绍各个啊、哦、那个两个单位的。 啊，业务啊，好，那教处呢包含两个组哈，一个就是注册与客户组，另外一个是学生实务学习与辅导组哈。所以注册与客户是跟同学哈在呃四年当中都直接有相关联的。然后呢，学生实务学习与辅导组就是未来我们同学哈那个到了呃中高年级之后呢，到校外实习哈的这个部分哈，都是跟教处确切啊有。 相关的相当的一个关联，啊，那首先呢，在业务介绍的部分，有关啊、哦、那个客务与教务的这个部分哈、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哦，那个首先同学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呃各位的一个哦各类证明文件的一个申办哈、哦，那我们本校已经使用自动化的缴费系统哦，所以各位可以到那个呃教务处哈、哦、跟学务处哈、哦、那个进口门口处那边哈、哦、有一部哦那个自动的一个叫诶。呃 缴费机哈，所以各位可以在那边哈全年无休的申办各位的哈中英文的成绩单以及在学证明。那其他的文件哈就必须要到教务处来呃申办了哈。那申办的时间都是在我们的哈周一到周五哈白天的哈那个上班时间那申办的文件哈有有关的是英英文的哈那个学位证明啦啊在学证明、啊、以及一些证件的遗失补发。 那我们非常重视同学们的一个学习状况哈、哦，所以在亚亚洲大学，我们有呃一个预警的一个期中关怀的一个制度哈、哦。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同学哈、哦，那在期中考，若你的学分数有二分之以上不及格的话，那我们就会启动相关的一个关怀机制哈、哦。那相关的关怀机制包括寄发其中预警哦的一个通知单给各位的家长。 那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也会通知哦，那个同学的导师哈、哦，来进行关进行关怀跟关心，了解同学的一个学习状况。那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会开办哈、哦、那个呃接受授课老师的一个申请哈、哦，有关课业辅导班来加强我们哦学业成绩哈、哦、不佳的同学们哈。那第四个哈、哦，我们会请授课教师哈、哦、来尽量的就。 个案的一个方式哈，如果同学有特别的一个学习上的困难的话，我们请老师来关进行关怀。到最后我们会有一个各学院哈，他们会哦申请一个夜间部的一个自习教师啊。好，那另外一个注册方面的一个协助哈，那我们各位同学哈，如果说呃需要有一一些那个注册缴费的一个减免哈，比如说就学贷款就啊、呃、就学贷款还是就学优贷的减免或者是。 弱势的一个助学啊、呃、贷款，哎，就是弱势的助学补助哈、哦，这个方面哈、哦，各位请详见各位的新生手册哈、哦，十一到第十五页。那另外的，除了这个相关的贷款跟优待补助之外呢，那第四种就是分期付款哈、哦，也就是说，当各位同学如果有不符，哎、呃，资格是不符那个上上述三项的一个、呃、资格的时候，但是你家里又有经济状况的话。 那请别忘记了哈，请恰你所属的学系哈找系主任哈或者是你的导师来协助哦，你申请那个分期付款的方式来缴纳你的哦注册费。好，那在我们上课的过程当中哈，你们一进到啊亚洲大学，那我们每一个学年都会有该学年的一个课程规划表。 那也就是说，你未来四年你的修课哦，你所有的毕业的规范都是按都是按照这个课程规划表来走的哈、哦。那所以各位别忘了到你所属的学系的网页下，好、哦、去下载哈、哦、来进行哦那个那个啊、呃、参阅这你未来应该要修的这些科目。好，那我们有定定一个相关的一个呃每一个学期哦那个休息的一个学分数哈、哦、那。 从我们大一到大四都有最高跟最低的一个学分数的一个啊、呃、规范哈、哦，但是呢，假设你的你有特殊的一个需求哦，那你必须要去啊啊、呃呃、超修哦，那假设你的资格到了，那我们愿意让你超修。那另外一个你可以超修的部分是在于啊、呃，如果你有申请辅系双主修，OK 哦，你有申请辅系双主修，那。 为了鼓励大家能够在四年以内能够啊完成你的辅系双主修，所以我们又把相关的学分数又提高了哈、哦。那请各位同学参阅哈、哦。所以各位哈、哦、一定要去啊、呃、善用哦那个辅系双主修哦的这个这个跨领域的一个学习资源，来增加你未来的竞争优势。那另外一个哈、哦，我们刚,刚是超修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来讲减修的部分，也就是说，当你到了。 那个高年级的时候，那你在一到三年级啊，一到一二年级都修很多的时候，甚至到大三上，你修了很多的学分，那你到大三下、大四上，你觉得不需要修那么多学分，可以的啊、哦。那我们还我们会让各位同学一个弹性的一个做法，假设你到大三上或者是大三下或者是大四上，你已经修满了分别是一百一百一十六跟一百二十二学分的话，那。 你就可以降低你的那个最低的修业的一个学分数，让同学们有更多的机会哦去学习你要的东西。好、哦，好，那另外一个哈、哦，同学别忘记了我们的加退选，OK，哦，那我们加退选时间是从九月十三号到九月二十、二十三号哈，那这几天的时间哈、哦，大概是十天的时间，让各位去进行加退选哈、哦。那除了加退选是加退选啊，你、呃、我们这个学期之外呢，我们会有一个预选。 也就是说，你下个学期你想要修什么样子的一个课程哦？那我们就会让各位开放哈、哦，预先的去选你的课程好、哦。那开放的时间大概是在十二月二十七号到十二月二十三号这个时间哦。那教务处会另行公告。那有关那个课程选课的这个部分的话哈、哦，那我们是采取线上选课哈、哦，所以同学不用担心哈、哦，你们只要在我们的网页上哈、哦、就进行选课就可以了哈、哦。所以 各位可以进到我们的学生资讯系统，然后再点选我们的选课、哦、那输入你的账号密码，然后依照你的课程规划跟曼陀斯辅导的哦结果来进行选课、哦、那要在这跟在这边要跟各位同学提醒一下的是，当你进行预选的时候哈、哦，各位一定要先去找你所属的曼陀斯哈、哦，在亚大有三师哈、哦，那有那个生活导师哈、哦，还有学术上的曼陀斯。 啊、哦，以及啊，职、哦、业导师啊、哦，在大四的时候会、呃、来辅导你就业。那在大四，呃、在四年当中会有一个曼陀斯来陪伴你啊、哦，来进行你依照你的兴趣啊、哦，依照你的你的职业性向来选取你相关的一个课程哈。有、哦、这样的老师来辅导你哈、哦，所以别忘了要先跟曼陀斯啊、哦、来进行那个访谈啊、哦，让他来指导你，诶、呃，下一个学期的一个选课。好，那我们亚洲大学非常注重的是跨语学习哈。哦 跨域学习，哦，那跨域学习的作用是让你除了在你的专精的学业，呃的的一个呃,一个呃本科系的一个呃专业领域之外，还能够跨到其他领域，啊、哦，那未来可以增加你的哦就业竞争优势，啊、哦，所以我们会把现在把跨域学习变成哈、哦、部分学系的一个毕业条件哈、哦，所以呢，我们在跨领域的这个项目里面哈、哦，包含三大项哈、哦，第一个就是啊、哦、跨领域学程哈。哦 那另外一个就是辅系双主修，第三个就是他系专场学程，也就是说有亚大的每一个系都会提出一个专场学程来提供外系的同学来选修哦。那我们在选修的那个呃呃大学部的这个日间部的同学哈、哦，会至少选至少修毕一个本系的专业学程和完成一个跨域的一个呃学习的一个项目，你才能够毕业哦。 那我们适用的学系哈、哦，就是就是包含一般的学系，除了哈、哦、那个我们少数的学系，它有那个呃国考哈、哦，比如说物质系、视光系、智能治疗系、听语系啊、哦、等等的这些有国考证照的之外的学系，都必须要去呃考这个跨域学习的这个部分哈、哦。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哈、哦，我们办理跨领域学习哈、哦，跨领域学程哈、哦，那我们是大一是在。 第十三周到第十五周哦，来进行的哈、哦，那可以到那个网页上去申请哈、哦。那这个地方就请各位哈、哦、那个呃注意一下，可以到教处的网页来查询。好、哦，那我们到了网页的这个部分的话，可以看到是说到了校企网页，可以到有一个跨领域学程的一个专区哦。那所以这里有介绍各个跨领域学程的一个介介绍哦，所以各位同学就可以很清楚的去了解到各跨领域学程哦，他们是在做什么来。哎 挑选你兴趣的跨领域学程，那跨领域学程哈、哦，我们总共哈有哦、呃，这里有很多个，十二个哈、哦，那个啊、呃、校内的跨领域学程，以及有三个哈，呃、哦，抱歉有四个哈、哦，那个跨校跨领域学程啊、哦，那本校跟中医大哦，我们联组一个中亚联大哦的一个一个体系哈、哦，所以同学除了在我们亚大修跨领域学程之外，还可以到那个亚呃，呃、欸欸，中国医医。 中国医药大学去休息跨领域学程哈，所以我们会提供巴士啊到那个中国医大去进行休克好、啊，所以这个部分哦、啊，那个同学可以确切的去把握哈、啊。好，那另外一个我们有跟中国医大进行啊跨校的哈、啊、那个辅系双主修哈、啊，所以我们目前哈、啊、已经有两位学生了，哎，两位同学哈，好、啊啊、那个已经完成哈、啊，那个两哎到中国医药大学去拿到他们的双主修哈、啊、的这个鼓励哈，所以。 鼓励大家哦，踊跃的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呃一个一个跨域的一个学习哈、哦，所以在这这么多的快学习里面哈、哦，那个完全是缴一校的学费，然后呢哦那个，然后呢哦不用再缴额外的一个学费哈、哦，那你就可以去共享两校的资源。好，那他是专长的一个学程哈、哦，他的一个申请对象哈、哦，那还有他休息的学分哈、哦，那。 哎，请各位参阅哈，那有详细的信息可以上网再再来看哈、哦。好，那证照哎，另外一个哈、哦，那个来增加同学的专业呃素养的一个部分哈、哦，那我们会有一个证照补助奖助哦，所以各位拿到不同的证照，国考证照还是专业类的证照哈、哦，那都可以到我们的哦那个实习组来这边来申请你的证照奖奖励哦，所以给的奖金相当的优渥，所以各位同学哈，却、哦、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好，那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学生的一个实务学习哈、哦。那我们本校有三加一、七加一哈，及、哦、弹性以及海外的一个实习哈、哦，来鼓励同学哦，进行全学期的还是全全学年的啊、哦，到国内国外的一个实习场域去进行哦那个学习。好，那我们在进修学士班的一个部分的话哈、哦，因为它是夜间上课哈、哦，所以我们在夜间在我们的行政大楼这边哈、哦，在行政中心这边，我们有教务处、学务处。 总务处以及校安中心来提供相关的一个服务哈、哦，所以相关的这个分机以及人员哈、哦、以及服务的时间哈、哦，那请各位参阅哈，请进修学士班同学参阅哈、哦。那我们到夜间晚上十点哦之前哈、哦、都会有同仁在呃呃行政中心来服务各位。好、哦，那相关的行政中心哈、哦、的啊啊、呃呃、里面哈、哦、我们有放一个。 哦，专门是为进修学士班同学的一个资料柜哈、哦，所以相关的文件哈、哦，那请进修学士班的同学哦，那个派呃班代表可以到这边来领取哈、哦。好，那进修学士班的一个网页哈、哦，已经有设已经有设置了哈、哦，所以相关的相关的各项的学习活动等等的资讯都在我们的呃这个网页上面哈、哦，所以。 哎，我们哦欢迎那个进修学士班的同学能够到这边获得更进一步的一个消息。好、哦，那呃在在我们的那个呃进修学士班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资讯里面，还有学生实习与辅导辅导的这个部分哈、哦，也欢迎各位来参与哈、哦。那我们也是鼓励我们进修学士班的同学在那个呃实物实习的这个地方也能够哦、呃、有很多的一个参与。好。 那最后有一个叫做进修学士班，如果有很多的问题的话，哈，那我们会把常见的问题把它汇整成啊 F A Q 哦，那各位可以进去里面去看哦。那有不知道有其他的问题哈，那欢迎随时跟教务处的同仁来进行联系。好，那最后哦、呃，已经讲了很多的问题呃的一个介绍，如果各位还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意见怀疑的话哈，欢迎各位同学哈，随时哈来记得来。 啊、呃，给我们来信哈、哦，来通知我们哈、哦，那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来回复啊、哦，各位同学。好，那以上哈、哦，那在在这边跟同学们做一个简要的一个报告哈、哦，那也祝福各位同学进到亚洲大学哈、哦，入宝山哦，千万不要空手而回哈、哦，所以祝福未来各各位四年哦，能够收获满满。好、哦，谢谢各位，掌声谢谢教务处陈大正教务长的报告。 接下来要跟各位新生们介绍的是与你们最有相关的处室哦，你们猜猜是哪一个呢？那还用说，一定是学务处啦。说到学务处，它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关怀及服务每一位学生哦。没错，还有协助学生实践生活的品格教育，提升住宿的生活品质等等，以及协助学生的健康生活，关怀我们在校内外的安全哦。 像是亚大众多的社团经费申请，也都是由学务处经手办理的哦。没错，除了社团方面呢，在学业上也提供了奖助学金、就学贷款以及注册缴费哦，就是要让各位同学们在学习上畅通无阻。想知道更多有关学务处的资讯吗？那现在就让我们邀请学务处来为我们好好解惑吧！掌声有请张少良学务长。啊，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亚洲大学学生事务处的学务长张少良，啊，我代表我们亚这个学务处所有的同仁哈，欢迎大家进入到亚洲大学。那呃，学务处呢，最主要啊、呃、是关心大家在身心灵方面的一个健康与成长。我们学务处总共有啊、呃、六个组哈、啊，那么我们各司其职啊，那么在各个不同的面向来帮助、来协助各位啊。那当然，我们学务处的这些单位呢。 在学校的几栋的这个主要的建筑物哈、啊，那么都有分布哈、啊。那各位刚进到学校，也许不是很熟悉啊。不过未来我想很快的，各位都都能够在您需要的时候找到你所需要的一个帮助啊。那今天学务长最主要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怎么样能够很成功的当一个大学的新鲜人啊？那么总共有五招啊。那么第一招呢，学务长提出来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学新生人呢，那我们要学习自律。 跟自我的一个保护。那么大家啊，大部分同学可能是第一次离家居住啊，那么这时候没有爸爸妈妈在旁边啊，那这时候是非常非常需要自律，同时呢也要保持高度的警觉，能够做自我的一个保护啊。那首先呢，呃，请大家呢拿出你的手机来啊，那么输入这个号码零九一九五五五四四五零九一九五五五四四五哈，那么这个号码呢是我们的校安中心。 那么我们确保呢，呃，这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啊，然后呢，每天二十四小时，那么在这个电话呢，那么绝对都会有我们的消安中心的教官来接听，那么提供各项紧急意外事件处理的一些协助啊。那当然，学长也要提醒大家啊，那么呃、啊，进入到大学，那么根据政府的一个统计哈、啊，其实在大专学生发生的事故意外里面哈、啊，那其实发生比例最高的其实就是车祸的事故。那同时呢，在 啊，这个年纪来看的话，发生事故比例最高的正是各位啊，这个大一这个年纪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一个交通安全啊。那包括骑乘机车的话，那务必要戴安全帽。当然，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尽量能够搭乘大众的运输工具啊。那另外呢，要提醒大家，那么学校呢是无烟校园啊，那么啊、呃，这个请不要妨碍其他人不吸烟的一个权利啊。那呃，在这个团体生活里面哈、啊，那么当然最重要的。 那么就是能够学习遵守整个团体生活的规范。那绝大部分的同学，那么在前两天呢，已经陆陆续续进驻了我们的四栋宿舍。啊，所以每一栋宿舍，那不管是啊点名啊，不管是门禁啊，那么相关的这些规范，都请大家要务必的一个遵守。啊。那当然啊，大学有它的一个自由啊，但是我们人必须要考虑那父母亲对我们的一个关心啊。所以亚大到目前，我们还是维持门禁跟。 点名的一个政策，但是呃，这并不表示说各位真的有事情的时候哈、啊，那么呃不能够请假啊，或者是啊、呃、不能够申请晚归。事实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申请的一个制度哈、啊，各位可以充分利用这样的制度。 那么保持各位活动的一个弹性啊。那此外呢，那对于少部分呃不居呃、啊，没有住在学校宿舍的同学呢，我们也要请你在开学一个月之内啊能够完成啊住宿资料的一个填报。那么这个资料填报之后呢，那么我们会有我们的啊教官同仁呢呃、啊、会经常性的那么去啊这个帮各位注意到哈、啊、各位居处的一个安全啊。那这个是我们啊这个这个书院及住宿服务组的这个。 这个 Q R code 哈、啊，那请各位拿起手机来，那么啊扫描这 Q R code 啊，那么有任何的所需要的服务呢，都可以透过这样的 Q R code 得到你所需要的一个协助啊。那另外徐部长也特别啊、呃、跟各位报告一下哈、啊，那么亚洲大学在宿舍的经营上面有个特色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三品书院，啊，那么所谓的三品呢，就是做人要有品德，做事要有品质，生活要有品味。 啊，那亚洲大学是第一个提出三品教育的一个一个大学哈。那实际上我们在啊、呃、这个十几年前，二零零九年哈，我们就正式设立了这个三品书院哈。那可是我们到二零一四年啊，大概就是七年前哈，那我们正式的。 那么引进了西方的一个住宿书院的一个概念啊，那么也就是说，把校内的资源跟住宿的设施呢，那么相结合，所以我们推动了一个一系列非常精彩的这个书院日的活动。那我相信啊，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哈、啊，那么在给各位的一个报告里面，大家也提到了，我们也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一个参与哈、啊。那对于三品书院来讲的话，其实除了活动的一个举办，我们也希望借由情境的塑造，还有我们的课程的导入，那么还有。 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出版啊，那么来深化同学对于三品的一个认知，还有实践啊。那所以，我们把三品书院的一个教育呢，那么视为我们通识教育一个非正式课程的一个延伸啊。那各位当然已经都知道了，我们四栋宿舍包括了感恩习福这个登峰逐梦哈、啊，其实各有各的特色。 那每一个每一栋宿舍呢，那我们也都委由通识教育中心的老师呢来担任书院的导师，来来规划一系列精彩的一个书院日的一个活动啊。那就住宿生活来讲的话，那么学校长也要呼吁哈，那么各位也许有些同学发觉你进驻的宿舍，跟你同住的并不是你同系的同学啊，那么或者甚至不是你同院的同学啊，那这些但是都是经过我们啊经过这个校务中心的一个研究哈、啊，那么。 借由跨系共筑的方式，其实可以促促进那么大家多元学习的一个动机，还有一个成效好，那此外呢，我们也希望在宿舍里面推动啊这个微型社区的概念好，那么我们鼓励同学，那么一个社区公民的一个身份呢，呃，踊跃的参加那么各项的一个公民的活动来学习对于责任的一个承担。还有一个特色啊，也就是说，啊我们呢，呃，在这我们的深耕计划里面啊，特别提出了社会新鲜人新鲜人的社会体验跟实践的计划。 所以啊，你同住的室友，甚至你跨寝室的室友呢，那么大家可以共同的，那么基于一些想法，那么提出一个计划，这部分呢，那么经过审查之后，我们会啊、呃、这个提供相关的资源啊，让各位能够圆梦啊。那这些的啊计划呢，事实上都可以列入各位的一个学分的计算啊，这是我们另外一个特色啊。那至于说第二个部分呢，那学长要提出来是怎么样当一个大学新鲜人呢？那么要学会啊主动寻找就学资源。 啊，那比如说我们在生活辅导组的部分啊，那不管你是希望得到校内或校外的这个奖学金、奖助学金啊，或者希望得到就学的减免啊，那么甚至呢，呃，我们对于侨生啊，对于原住民生，那么我们都有一些特殊的啊这个特别的那么一些照顾啊。那各项的这个奖学金呢，那么校内奖学金我们一般来说在开学后一个月之内呢来提出申请。 那因为校外的奖学金呢来源非常多哈，所以请各位随时要能够上生辅组的网站，能够注意。那如果各位同学有提出就学贷款的话，请各位务必在九月十七号前呢，能够把这个对保单的第二联呢，能够要交到我们生辅组去。好，那此那么呃，另外对于各项的这个入弱势助学的措施呢，也请各位能够上生辅组的网页查询。那怎么样能够查到这些资料呢？各位进到学校的首页哈，那我们各位看到，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在右手边呢。 我们就有一个讲助学金的一个专区，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各位就可以得到相关的一些资讯。另外一个跟各位有关系呢，就是请假哈。那么这个请假呢，基本上就是由各位的学生资愈系统进入，好，那进入之后呢，那么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对于各个不同的价别哈，那么它都有一些申请的一些规定，好，那么您所要做的呢，那么就是啊，透过这个网络的部分哈，那么提出对于。 这个课程的请假的一个申请，但是别忘了、哦，那么最好能够附上那请假相关的一些证明来作为附件啊。那么呃，对于我们的原住民的同学来讲的话哈，那么我们特别有一个原资中心啊，那么这个原住民资源啊、呃、中心啊，那么对我们的原住民生呢，那么特别提供了啊、呃、这个辅导跟协助啊，那么还有职押发展，那么还有这个文化相关的一些课程。 啊，那么其实都是为了促进我们原住民生对于自助对本族文化的一个啊一一个认同啊，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团体呢，帮助各位能够进一步的一个成长。当然，我们也希望欢迎哈、啊，那么我们所有非原住民的同学，实际上也能够来加入我们原原住中心的各项的活动啊。所以每一年原住中心那都会规划各式各样，包括部落参访啊，包括这个文化课程啊、手工艺的课程等等的，那么这些非常精彩、多元的一些系列。 啊，那另外也特别跟各位讲一下哈，就是我们特别针对经济不利学生啊，就是过去啊在经济上面有困难的学生呢，我们有一个学习辅导的一个计划，我们也特别成立一个起飞计划的办公室啊。那么所以啊，不管你是呃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身心障碍，或者是呃家境特殊境遇的学生呢，反正您具有。 我们这里所列的这个五项的资格，哈，那事实上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课程。那参加课程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借由课程的参与呢，来给大家很多的一些啊，在财务上面的一些帮助，好。那此外呢，那么我们也设置了共生银行链，啊，在这里面参与我们课程的学生，不仅可以累积你的学分，事实上，那么你也有比其他人更多的一些，包括出国在内的一些机会。 当我们也同时希望接受啊帮助的同学，也能够把这一份爱心呢，呃，再传播出去啊。所以我们也规划了像民生银行、书香银行，那么借由这些同学呢，接受帮助的同学，再把你所接受的帮助转而去，那么照顾这些偏乡更需要帮助的那么这些孩子们啊，这是我们共生银行链的一个概念哈，那此外呢，呃，在我们这个起飞计划办公室里面哈，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可以长期借用的笔记型的电脑。 啊，我们也提供了学伴互助的一个辅导的措施啊。那么像这些呢，各位都可以充分的利用啊。那么呃，我们在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这整个计划里面呢，我们大概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学习辅导的奖助金啊。那么不管是你参加我们技能培训的课程、学伴互助的那么一个计划，那么或者呢，呃，这个你可以借由。 这个多多参与校内的活动，减少在校外打工哈、啊，那么来获得积极学习助学金啊。那此外呢，那么我们对于呃这个弱势学生参与国际的竞赛啊，那么那么这个职涯的一个发展啊，那么就业的面试啊，甚至包括像实习啦啊，那么英语能力的一个一个成长啊，那么创业啊这个履历辅导。 啊，那么我们都有啊非常完整的一个制度啊，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元哈、啊，所以在这里面啊，各位可以扫描我们的画面上面的这个 Q R code 啊，那你会进到我们的这个计划办公室，那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各项补助的一个内容啊。那第三集哈、啊，就是如何当一个大学新新鲜人呢哈、啊？那学长要提出来，就是我们要参这个积极的参与各项的社团活动，还有利他的服务啊。 那我们呃课外活动与服务学习组呢，那么我们有非常坚强的阵容啊，有非常热情，那么活泼的我们这些同仁哈，那么来帮助各位在进行各项的课外的活动哈。那在服务的面向上面哈，各位先看到那客服组呢，它事实上就在啊这个行政大楼啊，那么在哈佛讲堂的后面啊，那么所以呃在这里面也特别提醒各位啊，那么。 啊，各位可以扫描这个科普组的一个网站哈、啊。那也提醒大家啊，那么科普组已经对于如何去学习服务学习的课程呢，那么已经制作了一篇影片。那么务必请大家在九月十三号之前能够看完这个影片。那我们在九月十四号啊，那么就会啊开始啊，针对大医生进行外展的服务的一个登记啊。那么啊，至于说这个整个服务学习的概念以及操作呢，那么实作课、讲授课分别如何执行，各位都可以在相关的影片里面。 那么得到一些了解啊，那在社团活动部分呢，亚洲大学是一个非常蓬勃啊发展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社团的环境啊，所以我们总共有六大类的这个社团，那欢迎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兴趣，那么来参与各项的一个社团活动啊。那在今年度呢，那么我们一些重点的活动，当然除了迎新。 之外呢，那么还有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传统的大一新生合唱比赛，还有我们跟中国医药大学的中亚联大的龙腾虎药的竞赛，那么都会在今年的上半年来进行啊。那各位看到从啊、呃、这个。 呃，九月份开始哈，我们为了欢迎各位的加入，所以我们有一系列的从亚大电影艺术节啊，一直到新生合唱比赛，有非常多的一些活动啊，希望各位都能够踊跃的参加啊。那电影艺术节的部分啊，那么十月十二号、十二月二十七号，那么我们会在学校的健康大草坪来举办啊。我们还有非常精彩的桌游的竞赛啊。那新生合唱比赛更是每一年哈、啊，各系呢这个这个摩拳擦掌哈，跃、啊、跃欲试。 那么争取学习荣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场合啊，那么每一年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同学，那么这个非常踊跃的参与啊，那么为这个学校那制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跟特色。那第四个部分呢，那么要跟各位提出来的就是我们要学习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好，那我们有啊卫生。 呃，保健的服务哈，那不管是紧急的伤病的处理哈，那么甚至呃急救证照的课程的一个开办哈，那事实际上都非常欢迎各位能够来呃来参与哈。那特别要提醒就是说，那么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呢，那么我们应该在开学前三个月之内哈。那么你的健康检查报告就应该要交到学校里面来哈。但是对于那些还没有完成健康检查的同学来讲的话，那么你可以就近到我们的我们自己的亚大医院。 或者是你家里附近的这些大型的医院哈，来进行这些呃健康检查，也请你务必要在十月十二号以前哈，那么要把这个健康检查记录要缴到我们健康中心，否则的话，那么我们会关闭你的学生咨询系统，那到时候会影响你包括在请假在内的许许多多,多一些权益啊，所以要特别要提醒大家啊，那所以有关于新生健康检查的各项资讯呢，那么就可以请各位哈进入到健康中心的网页。 好，那么江中心呢，那么也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健康促进的一些啊，包括讲座啊，还有动态的一些活动啊。那在心灵健康成长的部分呢，那么我们特别有这个智商辅导中心啊，那么它它的坐落的地方呢，实际上就在我们行政大楼的这个一楼啊。那么要特别提醒各位，我们从九月十三号开始，一直到九月三十号啊，我们会为各位呢举办线上的心理测验，所以每个人都会接到 email 啊。那么对于啊，都会。 都，我们就就 email 把相关的讯息送到你个人的信箱啊。那这里面包括测验的连结，还有心理健康的秘籍等等啊，请各位务必那么准时完成这些健康的一个检测哈，那除此之外呢，健康中心呃举办了非常多的啊这个非常多元的啊这个心灵成长的这个讲座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伴有呃这个也举办了啊各式各样的工作方，以小团体的形式来协助各位呃心理的一个成长。 啊，那每年到了期末的时候呢，那么各位会为你的导师啊和你导师之间的这种师生关系哈、啊，那么做出一个评量来，提供学校有提供老师啊辅导上面的一个参考啊，这个要特别啊提醒大家啊。那另外呢，我们针对啊这个理有声音障碍手册同学呢，我们特别设有资源教室啊。那么这资源教室会在生活适应、专业学习、声音健康、社会适应这四个面向，提供我们所有声音障碍同学无微不至的那么一个服务。 好，那最后学长要提出来，就是说，我们要当一个呃，这个大学新鲜人哈，我们就要开始学习认识自己，而且规划未来。 啊，那亚洲大学对于职业规划的部分哈、啊，我们是分年分阶段的来做啊。所以大一从认识自己、兴趣探索开始，到了大二呢，开始跟专业结合，运用课程还有职涯地图哈，那么慢慢去探索自己的一个路径。到大三呢，我们希望你能够相当的明确的能够知道自己生涯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在从大一到大四里面哈、啊，每一年我们都会啊这个举办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这个师策啊，来协助各位了解自己。比如说各位马上。 啊，那么就要啊，师做的就是有关于 UK 植牙探索与共通的职能诊断啊。那么这个部分呢，那么我们会在开学以后的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会来进行。啊。好。那除此之外呢，那么各系呢都设有一位职涯导师来提供啊、呃、专业的这个职涯咨询。那除此之外呢，那就全校性的来讲的话，我们也提供一对一的职涯辅导的一个咨询。啊，那么各位可以上我们这个生涯辅导组的网站来进行预约。 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职涯的部分呢，我们举办各种的讲座，我们有各种的工作坊啊。那么另外呢，在各位毕业之前，那么我们会举行大型的校园征才博览会。那么从履历的撰写的一个培训啊，一直到面试技巧的传授，最后呢做厂商就业的媒合，那么一整套就是希望各位能够非常顺利的能够衔接到就业的市场。好，那这是我们生涯组相关的网页，那也请各位呢能够。 啊，这个扫描之后呢，来看一看他们所提供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服务啊。那最后呢，呃，这个学长也要跟你讲，亚洲大学是一个非常重视性别平等的一个学校好，所以，呃，您遭遇到任何你感觉到啊、呃，有关于性骚扰、性侵害、性霸凌这些呃这些事件的时候呢，请你不要犹豫啊，请你跟我们学务处这边来进行联系，我们一定会在啊、呃、这个保密、会在公正的情况之下。 来解决这些呃，这个校园的性侵的一个事件。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呼吁哈、啊，我们要重视对于校园霸凌的一个防治。如果同学觉得啊、呃，你有被霸凌的这样疑虑呢，也请你啊，跟我们学务处这边来联系啊，我们也都会呃、啊，这个非常呃、啊，这个公正的哈、啊，那么来处理那么这些事件。那你如果认为你的权益受到了一个损伤，那么你也可以透过学生申诉的管道。 啊，那么跟学务处这边来提出申诉啊，那么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公正的那么一个呃这个呃这个全校性的啊这个申诉委员会啊，来自各学院各学系的一个代表哈、啊，那么公更正客观的来主张各位的一个权益。那最后呢，呼吁大家要知道能够尊重智慧财产权。好、啊，所以啊、呃，以上呢，那么这些报告哈、啊，各位看到呃，各位可以预见的就是各位会有一个非常。 精彩丰富的一个大学的一个生活，那让我们一起努力，好，谢谢大家，谢谢张少良学务长的详细解说。今天的新生入学辅导课程，你们有更了解了吗？说实在，一下子讲了那么多，连我这个大二的都有点忘记老师们一开始说了些什么。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啦，待会我们会提供各处室的 Q R code。 如果各位新生们有任何没有听清楚的地方，都可以扫 QR code 去查看哟。最后，如果大家对主持、司仪有兴趣，或是想要学习调整仪态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都欢迎加入 Sunshine 青善之公社哦。今天的新生入学辅导即将告一段落，谢谢各位新生们的参与。恭喜各位学弟妹们成为亚大新鲜人，期待在校园里与你们相会。 我是主持人泽伟，我是主持人香莹，我是主持人曾璇。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大学生活，谢谢。